阿叔，虽然这样很温暖，但这个时机是不太对了，万一被别人看见，是吧？三娘四娘，想办法拖住马志文。放心，公主。不是，也不用这么快呀，没事的，没事。四方馆的差役都住这附近。从谁家开始吗？青儿家离得最近，就从青儿开始。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就差这儿了。康叔叔这么会藏吗？要真是这么会藏，这名单啊，咱不要也罢啊。袁墨，都到这一步了，肯定在这里面。不是，我不是怕，我是对死者的尊重。你这样。我拜拜啊！好，拜拜。龙维娜，龙维娜，还记得我吧？啊，真不怨我啊，真不怨，我们都是被逼无奈。你要实在心里不舒服，你找康复室聊聊啊，找他，真不怪我们啊。咱们在那头也有人，不怕啊。这盖儿是死的，怎么打开啊？阴乐普遍火葬，骨灰封于陶罐，想打开，只能……那还得按你们阴乐的规矩来。来就来，反正龙贝娜作恶多端，对这种人不必心慈手软。还是你来吧。你不是不会心慈手软吗？我总觉得不太好。我来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大庸有个规矩，一切以死者为大，还是按你们阴乐的规矩来啊。你来。哎呀，你来。你别客气，这事你来。不是客气，你们俩是老乡，我这个外人我不合适，你来啊。哎呀，你来，你来吧。三娘四娘，我和公主进去，你们守在这儿。让姐姐陪你们去吧。不用，万一有危险，你们可以及时通报。二位贵宾，是取物还是存物？取物。二位，请随我来。二位，要取之物就在里面。请自便。怎么是本西普啊？白衣客，是白衣客，快走！有无面人，我们出不去了，怎么办？
自从你成为燕乐公主，你不停地安慰我，说一切都不会变。我也努力地去相信你了，我也努力地去欺骗我自己了，可结果呢？现实一次一次地提醒我，一切都变了，你也变了。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阿叔了，你是燕乐公主，你心里装着的是你的康叔叔，是阿史兰，是你万千的燕乐子民，唯独就是装不下一个。希望你平平安安，开开心心的圆梦。无数的圆梦，你在我心里一直都在。我承认，我没能守住对你的承诺，我变了。我变得有心事了，我变得一意孤行了，因为我身上背负了太多责任，太多人因为我失去了性命。我时常想，如果当初我没有逃，王少尊是不是会幸免于难？如果我早一点承认自己是公主，阿史兰是不是就不会自杀？康叔叔也许也还活。发生这么多事儿，我怎么可以还像以前一样没心没肺的生活在长乐？所以你确定吗？你说要带着康叔叔回家，是认真的？哇！点这么多吃得完吗？脑袋睡输了嘛，兴致不行啊。行，那你也慢点吃啊，不跟你抢。你快点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我现在没工夫吃。哎，这上面的确定都是那些燕乐忠臣的名字吗？这些联名者我都没见过他们，甚至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们还在盼着，盼着我有朝一日能够重返燕乐，推翻龙突骑。这封血书一定要让龙突骑寝食难安吧？他残暴地统治了燕乐百姓十几年，却始终没能让那些百姓顺从。人们表面上迎合他，可心里早已对他恨之入骨。所以白衣客才会出现在林家闺房，他也在找这份血书。只要拿到血书，龙突骑就可以把那些忠于你父王的大臣一网打尽，永绝后患。现在血书在我们手上，阿叔，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才行。知道了。元末，自从我做了公主，我们都没好好在一起喝过酒了。还真是啊。来。这一杯，愿你余生忘却烦恼，天天开心。只要你开心，我就开心。这可得收好了，千万不能落入百衣客手里。我给你盛碗鱼羹，你都没好好吃饭。这鱼羹真好吃，又嫩又滑，简直是人间极品。你尝尝，快吃。你是有多饿呀？又不赶时间。你快吃啊！吃。你都没好好吃，特别是我不在这段时间，你有没有好好吃饭？嗨，我自己的时候随便对付几口就行了。那怎么行？
没有什么事比吃饭更重要，饭务无小事嘛。好好好，发誓发誓发誓，我袁墨一定好好吃饭，绝不让阿叔担心，好了吗？敷衍？什么敷衍啊？可以先把行李放在屋里。好。听你说燕乐重上神木后，我便觉得院子里少了一棵树，一直想买，但是没挑到心仪的。你把酒都卖了就是为了买这棵树？嗯，那天在一个院子里看见它就走不动了，只好把所有的酒都卖了用来换它。我想给你个最好的家，我做到了，虽然只有几日。几日？我把这宅子卖了，买主过几天回来验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通了，有你的地方才有我们的未来。你都回燕乐了，我一个人坐拥这座空宅有什么意思？我决定了，我要跟你回燕乐。马上就要举行四方石的遴选考试了，只要我拔得头筹，我就能成为大燕的四方石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护送你回燕乐。袁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有一个最好的家，谢谢你心里一直有我们的未来。阿叔，我也要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我若早日懂得进取，或许我们就能早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了。我不想进入这片苍穹。不仓促，我们还会在这个家里待上一段时日，甚至很长一段时日。这座宅子的买主是我。什么玩意？安修义已经那么优秀了，还在努力。你再看看你，还说什么要当四方使陪我去燕了？就你这样能考得过安修义吗？我背还不行吗？哎呀，月影距长乐西2800里，浮元衡600里，纵400里，共有18城。除语言外交风土作为笔试外，四方石遴选还有一项体魄考试，病样子可不能代表大庸出使。半路遇到歹人，四方石得掌握杀贼自保之计。三娘，在。一。二。三，哈，四，哈，五，哼，六，呼，七，嘿，再来。漠北草原，广袤无边，牛羊马匹不计其数。哎，我能看懂了。
以后那个多米要再敢给你写情信，你看我不。在地为狼，在水为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玉罗与东渊、西渊以布鲁河为界。玉罗与两邦常因百姓私自越界而产生龃龉。哎，这段我熟啊，玉罗和两邦之间的纷争还是我们四方馆帮着解决的呢。你熟，安修义更熟，这事就是安修义办成的。继续。纷争共有三处，第一处